喜欢的人了。当你暗恋一个人的时候，肯定会出现常人无法理解的疯狂行为。这个是他去年写给我的小纸条。喜欢上他之后，原本不打扮的我也开始疯狂学习化妆，好像真的变美了。但只有一点，我怎么样都束手无策，那就是太阳紫外线这么晒，我不管粉擦多厚，脸都还是黑啊，更别提还有空污灰尘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这个难道是 IG 网美都说好用的时间保养面膜？双效美白精华，对抗暗沉，肌肤白皙，明亮有光泽。美肌模式 on， 雪佛兰天天透嫩白，日晒后也不怕，即使不太会化妆。看我嫩白伪素颜，现在皮肤白得像张白纸，他一定会用他的唇在上面写字。喜欢一个人就是无时无刻都想着他，到了走火入魔的概念。不管是起床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、工作的时候，现在只剩半小时，我哪来得及化妆啊？脸这么干，上妆肯定浮粉，难道就没有方法了吗？你是？这个难道是 YouTuber 间流传说好用的时间保养面膜？高浓度玻尿酸，急救补水，快速解决干燥，好上妆不易浮粉，妆感持久超服帖。雪佛兰保湿大补帖，妆前一敷，肌肤水润明亮，我的妆随时都完美。这么水，他绝对会爱上我。像我这样又白又美，全天下应该没有男人拒绝得了我吧？哦，和他在一起的女人是？喜欢上一个人，就是他的大小事你都要了如指掌，大至他的移动范围，小至他的生理构造，没有一项不知道。新贴文，这里的是谁？去了哪？做了什么？这需要好好调查一下。天哪！啊，才熬个夜，气色超差，皮肤又干，怎么可以输给情敌？今天还要上台报告，该怎么办？你是？这个难道是低卡人人说好用的时间保养面膜？珍贵神奇草萃取，保湿玻尿酸，加速修护补水，即使熬夜肌肤，隔天依旧明亮水润。雪佛兰熬夜懒人包，全面拯救爱熬夜热搜欧巴的夜猫族。夜未眠，我也能容光焕发。还好雪佛兰时间保养面膜，让我能疯狂一场。